有冇聽過呢？我有冇唱過呢？《咁的愛遇見》，即係我話我自己呢一生人冇唱過啊，可能真係冇唱過嘅。其他唔知道有冇啦。走向我身边，你带笑却无言，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，总会有辛酸，有你我愿担起每天，狂风中也热暖。伴我高黑温给那失意天，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和每天。情怀是因你温暖，冲击于心里边，全情爱我，热情热爱加添。都是可爱的脸，手挽手肩并肩，犹如空片仍留在我身边。心真挚每天，爱每天，当爱这段缘，这段缘不知怎去讲，感激我遇见。揮手，我見到有人寫
剛才我播的那個是 MTV 版本，即是他這件 MV 版本很久之前那個90年代那個，那就個 MV 是他跟很多 fans 的一些片段，他的一些可能是歌迷聚會啊的一些畫面啊，在 event 一路跟歌迷的一些互動啊接觸啊，就令到我想起一路支持我這段日子，一路有來到現場去支持我啊，在 IG 上面每次我的 post 都來留言支持我的你們啦，一路看著那些畫面，一路想著你們，然後一路看那些歌詞也都是很令到我去感覺到是你們，所以我那刻都覺得好像對著你們唱緊這樣的，所以中間的心心是真的給你們的。咁我就唔係歌手啦，咁好難有機會成日都喺現場去唱歌，同大家接觸唱歌俾大家聽。咁起碼暫時而家仲係一路拍緊開心足，第一個月至少會有一次嘅公開活動啦，都未必一定係公開活動嘅，有陣時係一啲探訪嘅。咁但係定期都有，而家有一啲活動可以見到大家都好開心嘅。咁希望之後就見到越來越多的你們啦，在現場出現啦，咁啊fans gathering 嗰日就希望你們都嚟曬啦，咁到時盡我所能，希望我自己都唔會太過緊張啦，我可能都會好緊張嘅，我自己又同大家盡量可以多啲可以交流到 exchange 到大家的一些心意了。